你也得看能不能给上。好长时间了，我光玩着嘞。我试试，能给上来。我这杯子说冻的时间太久了，慢慢你啊，我看能不能给上。哎呀，真结实了。我感觉吧，我买它捏冰沙纯属一种浪费，那自己做点冰沙不就用它捏？我先捏的粗呀。好吃，我再倒点啥？接着捏。我一会儿倒点什么？但是我还是感觉咱自己做点冰沙不就用它捏？咱使劲说话。都快说话了，他一会儿，他一会儿都快说了。这玩意儿这么高，就是这个手啊，你得能扛得住。能不能找个东西倒着？啊，不找吧。你看这玩意儿什么？哎呦哎呦，用手抓啊！数数吧，你等会儿。我来找到一组纠正一下啊。大哥旁边的事儿，看纠正你，这玩意儿这跟孩儿玩儿中了。就是，我捏的时候有点暴力，这不暴力也不行啊，它也费劲儿啊。小师傅送给你，我给你们尝尝。你们都好，可乐冰都开始了。肯定飞出去，可以买一个这个，吃着就方便了，最可爱。这手还伸不进去呢，哎呀，飞了。行吧，再见。